奔跑聚集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它充满了那个，怎么说呢？就是有那个，怎么说呢？就翻盘的能力嘛。你要是劣势的话，对吧？你不一定每一局都会优势。风暴聚集的话，给你一个劣势翻盘的一个资本。下次你出门的时候也不要买人。直接打就走了。尴尬，漏刀有点多啊，这一局。
塞拉斯都敢强杀的吗？塞拉斯这个英雄，你就不要想着去强杀他，真的，你就不要去想着强杀塞拉斯。啊，我不知道啊，也许会再打一发，也许最后一发。哎，说补刀没用的，要么黑铁的，要么是刚玩的，我们不用纠结什么。所谓补刀十段位，你看一个人的段位，你就看他的补刀有多少，十分钟的补刀，十分钟的补刀。塞拉斯他有盾，有护，有这个护盾，然后有回血，还有这个控制，而且还有位移。你在塔下抢下这家伙啊，就这么说完。塞拉斯是这个塔下强杀最难杀的英雄，最难杀的一个。为了这个塔皮付出这么大代价，我操！哎，反正简单来说，你要是觉得补刀没什么用，那就是你玩这个游戏玩得太菜了。这局对面后期还有个卡萨丁，不好玩啊！这一局，下路直接没啦。
那这局要怎么玩？啊，我不禁想问一下，这局要怎么玩？你们把塔推了好吗？还想控多少？还想控多久？猫咪出个杀人，这倒是无所谓的。一个大后期的卡萨丁现在这么肥，这局没了呀，这局是真没溜吧溜吧，想溜都来不及。六六六，这个竟然活得下来啊！你不要偷换概念了好吗？一级被单吃了，跟他补刀不补刀有什么关联？那一级就单次，他打团就有用啦。那你这个意思是说，这球洞确实挺菜的。
杀人也有经验，但杀人的这个经验，啊，关键是你对面又不会站着给你杀，只有小兵他是站着那里补的，你补不到兵，那是你自己的这个问题，杀不到人正常，对面也不会站着给你杀。哎，现在没有人管我都无所谓，这局我们还是会输，我觉得。哎，多一点蓝就好了。多一点蓝，多一点血就好了。啊，我们酒桶确实挺菜的，我们酒桶确实挺菜的。而且我其实想问一下，这个一直说补到没用的这个小伙伴，你自己是什么段位？其实我想问一下这个。身为白金不应该说出这种话来啊。
还叫中路浪吗？这是。唉，果然这局最麻烦的还是卡萨丁。是吧？你想秒我啊？翻盘点都看不到，这个大龙他们竟然不过来拿，我觉得我双招浪费了。球筒同学，你不要。不懂，都这个战绩了还上头，什么意思啊？补刀好当然不一定赢啊，但你补刀不好绝对别想上王者。
你别发呆啊，同学。好吧，好吧，我知道你们在互动是吧？现在这一首我看看，逆动平行时空，是那个 BK 克的。所以他，我就说了，他要偷换概念。如果对面寡妇挂这个的话，那我就不是无敌啦。那我就绝对无敌啦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我觉得我这一局就是完美的诠释了"补刀很有用"这五个字。